一年半不见的长长排队人龙最近重现在华人居住密集的南加州罗兰岗。原来不论是民众与网红都在期待 Takashima 高岛生活馆新推出的北美业界首创 Mini Mart， 并且要抢购限时限量200组，每一份价值$200，史上最福的超狂宠爱会员全身保养福袋。我会感觉说它的这个装潢让我就感觉比较高档的感觉，然后呢第二就是说我感觉东西真的很齐全，就是映入眼帘的就除了排队的客人以外，就是让人感觉到它的货真的非常非常的齐，让我非常的惊讶。我就说在美国可以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买这些女生用的用品呀化妆品可以有这么全的地方，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惊讶。真的，那今天来高岛呢真的是东西多样化，然后品种特别齐全，我觉得非常舒服。且透过店内足足160平大的 mini mart， 不止走进店内可以一次看到与摸到超过数百款美妆品牌，并且及时验证来自日本最新最火的流行话题产品与东京时下最新流行的美妆资讯。现场还独家打造出全新概念的 beauty lab 体验区，专门提供消费者客制化的专业洗手台，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产品体验，整体营造出最人性化、舒适且无压力的购物环境。高岛的服务很棒，也很贴心，然后他每次都可以解答我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疑惑，包括试用的感觉也非常棒，就是完全不会有尴尬或者有距离感。对，他们的服务真的是很棒。而不能不提的是，高岛生活馆还拿到全美唯一正式授权与进驻设柜的日本三大高端专柜品牌黛珂 Decorte 专柜、肌肤之钥 Clinical Beauty 专柜以及资生堂 Shiseido 专柜。我用资生堂呢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了，我特别的深爱这个品牌。那现在在美国呢就很难买到那么全的种类，那这次这个大的高岛开业了，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福音。我可以在这找到我任何想要的产品，非常的齐全。尤其是肌肤之钥名列资生堂旗下最奢华的护肤品牌，可以实现所有女性梦寐以求的完美肌底与肌肤光彩，并且发掘出每一位女性肌肤光芒四射的力量，最终重回亮透肌肤的迷人光彩。我们首先要恭喜高岛生活馆罗兰岗分店的扩大经营跟开张。这几年高岛生活馆在推展业务资生堂的业务方面呢蛮成功的，所以那我们也知道高岛的企业精神就是将最好的产品带给高岛的客人。基本上 Clay Depot Beauty 肌肤之钥的产品，它的高效、奢华、强效跟高品质享誉全球，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将肌肤之钥的品牌这个代理权拓展给高岛生活馆罗兰岗分店，那也让高岛生活馆罗兰岗分店的客人能够直接享用 Clay Depot 肌肤之钥这个产品，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它的成功。有我这个最喜欢的这个品牌是 Clay Depot， 它的品质超级好，然后呢店员告诉我们的极致奢华，然后价位也不菲这样子，然后很难得就是在我们华人的店里面会有这样的大品牌。那资生堂的顶级最顶级的上限就是这个牌子，所以它最好的品质最精华的都在这个牌子里面。然后我呢平时有用它的洗面乳，是用过所有的洗面乳中间最不会干令到皮肤干燥的一个。更棒的是还有创立超过140年的肌肤专家资生堂，明星商品资生堂红颜肌活露 N， 不止曾经缔造出每8.9秒卖出一瓶的红色奇迹，且独创复活肌底防御科技可以修护与供给肌活力，再现年轻健康。因为它很柔和，然后也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肌肤，还有它一些产品都可以叠加使用，就是包括这一支是我很喜欢用的玫瑰精油，它可以叠加像面膜呀、彩妆啊，包括其他的护肤品都可以用，就是用处很大，然后效果又很好，也很温和。对，而且我用它是不会过敏，我是比较敏感的肌肤，所以用它的产品包括彩妆都不会有过敏的反应，所以就很中意它。
至于黛珂，一直以来是 COSE 旗下最顶级奢华的化妆品牌而闻名，特色是能透过先进的皮肤科学研究，致力追求救急的抗老化保养，来提供消费者优雅美肌。黛珂这个品牌呢，它是日本高斯旗下的一个贵妇的品牌，就是对我们这样就是还比较年轻的人群来讲，我们会比较更容易接受它。就是第一的是它的性价比我觉得蛮高的，第二的话就是说我可以在高岛这种地方可以很容易很方便的买到黛珂这个牌子，然后我就感觉到哦，我因为以前我们用这个牌子都是要去找日本代购，然后从日本帮我们代购过来美国，然后我要等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我的水已经还有，但是乳液快要用完了，我就会哇，我都不知道明天要用什么了，然后我们就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等待，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代购他才能从日本帮我们寄过来，所以我要等很久。但是我发现高岛就可以有我经常用的这些品牌，我就比如说我明天没有用的，我今天过来，然后我就可以买到。We want to thank all the loyal customers for all their loyalty throughout these years, and we welcome them to the new Takashima installation. 至于高岛生活馆中一贯超人气的日本开价国民彩妆 Can Make， 今夏也推出全新限量款散粉，特色是轻量控油一次到位。这款控油的散粉呢，它主要功能就是，可以让大家补妆，然后控油。那它其实没有什么颜色，所以你不用担心到说会影响你原本的妆感。且无独有偶，高岛生活馆还同时独家引进七大全新品牌，分别是以日本甜点彩妆而闻名的 Sweet Sweets 品牌，兼具蜂蜜与森林气息的 Vacua Honey， 专属男士的 Tex-Mex Tokyo， 以必败超人气猫掌护唇膏而大受欢迎的 Catis， 添加100%生蜂蜜的 Honey Plus， 日本专利购物袋 Shipato， 以及专门彩绘与保养指尖的 Ducato。 这个指甲油我就挺喜欢的。哦，为什么？因为我稍微了解了一下，它是在法国制造的，但是日本很有名的品牌。法国制造，但是日本制造。对。那你觉得它好在哪里？它的品质还有颜色。对，而且配套十分齐全。那我们这次呢，特别的获得了日本几个品牌的独家代理权。那其中一个是来自日本东京景田集团的 Ducato 指甲油品牌。这个牌子呢，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选色跟设计上面，它是稍微有一点成熟 OL 的感觉，就是你平常上班上学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除了指甲油之外，它的去光水卖得特别特别好，特别的有人气，因为它是使用天然的成分，所以你在卸甲的时候呢，你不会有指甲变得白白的、皮肤很干的这样的现象出现。其中卖得最好的是它玫瑰的系列，那它也有专门给敏感肌肤使用的去光水。It's Vicua Honey. This is selling exclusive only at Takashima in LA. So, and there's a two regular items like hand cream and lip creams, and one of the summer limited items.So lip cream and hand cream, they have like a honey essence inside, so it makes your skin smooth and smooth. So, and also the summer items, they have two body gels and facial sheet.So this is only for like summer, so you can only get in Takashima. 且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日系商品的广大需求，高岛生活馆还一并推出 Snack Bar 轻松购，独家引进上千种日本及台湾等亚洲著名的人气零食来回馈顾客支持。我来美国十年嘛，然后我对日本零食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所以我看到高岛它可以把日本的这些很我们平时很难买到的这些零食，在美国很难买，它能运过来，然后我觉得哇，真的好幸福。我自己就是也算是一个日本零食控，基本上日本比较常见的零食我都非常的爱，也是每次要找代购带过来也要等很久很久，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满足我一个吃货的一个欲望。设立于罗兰岗钻石广场的 Takashima 高岛生活馆，一口气集结160平大的 mini mart、 日本三大高端专柜品牌以及独家引进的七大全新品牌，整体提供美国消费者100%正品保证的日系精品。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高岛生活馆官网。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